我想去你们那里打工，做什么都行，能电到主播就行。难哦，白天我白天睡觉。做保安，而且专门是做守夜保安。守夜保安的话呢，是能见得到的。主播，好的，放心，我只做到两点钟。我本来就，你本来就是可以做保安队长，保安队长可能做不了，因为我们这里那个保安竞争很大的。做保安队长是有要求的，一定是要够帅，二一定是身高够高。欢迎老表进直播间。欢迎新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太酸了。死哦，小 Q 吃独食。昨天晚上中大食也吃。我去拿一个驱蚊的，有蚊子在我旁边。